马从货车上掉下，受惊乱跑至京银高速管制一个多小时。中新网太原10月5日电，一匹马从行驶的货车上掉落高速公路，因受到惊吓而四处乱跑，一群人又是追又是堵，折腾了好半天才将这匹马缉拿归案。10月5日发生在京银高速山西吕梁薛公岭段的这起意外，导致高速公路单向临时管制一个多小时。10月5日11时40分许，山西高速交警一支队六大队民警巡逻至青银高速吕梁薛公岭路段时，发现银川往青岛方向的避险车道内有一匹马在来回走动，但周围没有任何人。我们判定这匹马是从运输牲畜的货车上掉下来的，车主没能及时发现。